反对万载，不错帝王，不错帝王，信赖保护，信赖保护，反对万载，反对万载，不错帝王，不错帝王，信赖保护，信赖保护，执政无能，执政无能，全民遭殃，全民遭殃，执政无能，执政无能。我伫台东，伫这个所在，我唔捌看过讲我的主持人有几一个人格来做到。痛心政府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非常的失望。好像回到专制时代。这个年金改革对我们来说有被政府欺骗的感觉。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责任，并不是目前政府所说的那样。可以改，但要理性的改，适当的改，慢慢改，让退休公交人员没有后顾去，可以养老，不受既往。没有考虑到过去的历史，我感觉我被诈欺，我的被伤害的感觉非常严重。我们为什么坚持信赖保护？我们为什么坚持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就是我们相信这个制度，我们相信这个政府，我们相信这个国家，我们才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他，对不对？对。今天等于等到我们青春用完了，年轻人的岁月不在，体力不济，他说我没有钱了，两手一摊，请你吃少一点，好不好？好吗？好。如果今天要把我原本你政府已经核定给我的退休函上面的所有的条件、支付条件都可以推翻的话，那我也要毁约，我也要背信，因为我要回到我原本的位置，对不对？对。就像我们私人公司的老板哦，你可以说，因为我公司亏损，我没赚钱，所以我就不付我的这些受雇者、这些劳工的薪水，或者是退休金吗？不可以，对不对？那既然私人企业都不行，那我们可以，我政府可以吗？他是我们最大的雇主，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唤醒他，叫醒他，告诉他，你是我们的雇主，请你依法行政，好不好？依法行政。请问大家，你们是回猫吗？不是。你们是米虫吗？不是。他这样来污蔑我们，他利用劳工来斗金工匠，利用下一代来斗我们上一代，这个合理吗？他的绩效不好，不应该负责任吗？应该负责任。政府把我们的钱收去了，拿去投资了，绩效不好，我们说他绩效不好，他两手一摊，我们不可以与民争利，开什么玩笑？我们不是人民吗？钱不是我们的吗？你该不该愤怒？该不该愤怒？愤怒！火不火大？火大！本来花莲已经申请好路权，也申请好集会游行，突然地点改到台东，但是不管再远，我们都要来参加。说公务人员缴少少领饱饱是事实，不是污名化。我要求他对全体公务人员军方价伙伴道歉。道歉。我每个月缴退伍基金3955元，公保1455元，我一个月缴5410元，一年缴65000元，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缴了21年，全部都是薪资。85年1月到现在21年，我每个月缴的退伍基金还要被扣所得税，你们觉得这样子公平吗？不公平。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我刚刚说要对我们用过即丢？因为他说要法溯及既往。如果说法可以溯及既往，那这个国家完蛋了。我必须跟各位讲，以前立的法，你今天可以不承认，你今天可以推翻，你今天可以追溯。那我问你，你今天立的法，明天可不可以推翻？可不可以追溯无效？可以。好，那你今天定了契约，明天可不可以不承认？不可以。政府带头违法，我们要不要遵照办理？
不遵照，要遵照，因为他都可以违法，我们为什么不能违法？他都可以最说急既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急既往？如果每个人都学政府这一套，因为政府带头违法，因为政府以身作则，以身作则，那我们是不是就跟着他一样啊？我们今天跟人家订的契约，我们明天可不承认，